平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今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了，不知道大家今年过得怎么样，但是我想我们经历的越多，越知道每周能够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他，是出于他的恩典，是出于他的保守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他都是那位看顾我们信实的神。阿们阿们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西分雅书三章十四节和十七节。来，西安的民啊，应当歌唱；以色列啊，应当欢呼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是的，我们的神是那位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并且默然爱我们的主。让我们一起来扬声欢呼赞美我们的神。
属了我们，哈利路亚，你也是丰盛的主，是的，你引领我们，每一天以你丰盛的恩典来引领我们，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欢呼喜乐，扬声赞美，阿门。主，早上我们都要到你的面前来欢声赞美你，主啊，真的是哦，全地都要来歌颂你，众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是创造的主，你也是为我们实行的奇妙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是我们早上都要到你哦救恩的泉源面前来欢然取水，赞美我们的主，阿门。主，我们进到你的殿中就有欢喜，我们来到你的座前就有那个说不出来的喜乐从我们的心中涌出。主啊，是在你是创造主，你是丰盛之主，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赞美你。主，是的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那位救赎我们的主，你是创造我们的主。主，你不光是我们的神，你也是全地万有的主宰。主啊，没有一个灵魂你不能解救。主啊，没有一颗心主你不能医治，也没有一个环境主你不能介入。主啊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那位在宝座上掌权的神，你是那位永活全能的神。今天早上凡有气息的，我们都要来赞美你。救恩已成就。
这伟大怜悯，有谁能测度无限恩典，更不用火神将杯子高天，背负我罪为我受难，释迦已宣全能的神，主，今天你就是我们永活的盼望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神，大家请坐。